师吼，会当较好教育，这是作用。但报道时间，伊会当讲十年当中，伊咧陪伴咱阿公，我只个感谢。那今日吼，迄个我支持吼，大概甲各位简单报告安尼。
五月天母亲节公益星期插花活动活动圆满成功。八月二号到三号办理暑期客服户外教学卓玛赖二日游，感谢林监事赞助以及义工热心帮忙维护小天使安全。八月二十六号五大桥里合办一百零七年弱势家庭子女课后辅导班之暑期客服班结业成果发表会，感谢李监事以及志工热心帮忙，活动圆满成功。一百零七年弱势家庭子女课后辅导班之冬令营，下面是由体育课、书法课点心制作。一百零七年弱势家庭子女课后辅导班之夏令营，有舞蹈课、读经、学美术绘画。107年弱势家庭子女课后辅导班之夏令营，生活教育、桌游、陶土、烘焙、禅悦生活、英语、口才训练、点心大会及书法。9月23本会办理小东市捐血活动，感谢李监事以及义工热心相挺，活动圆满成功。12月15号办理岁末年终餐会暨圣诞同乐晚会，感谢李监事以及多位志工帮忙布置会场与准备丰盛晚餐，感谢童小云旅长带领振兴守望相助队热心演出，小天使玩得很开心，活动圆满成功。12月23参与圣诞手作活动。
我们现在目前我们有多余的款项，我们是做那个联邦银行的定存存款，我们做的就有60万。好，那一般存款国企存款就是有148,853元。那现手边的现金就是有57,082元。好，那邮局的划拨的那个结余款有16,301元，所以我们的总共加起来就是有822,239元。好，那目前就是我们的那个107年度的结算，就是状况就是这样。谢谢。第二个按钮，审议本会108年度工作计划提请讨论案，交由主席。108年的活动，整年的活动，非常的原本。108年1月到6月下学期客服，108年1月到12月弱势单亲家庭辅助，108年1月到12月与各地方办理义检活动，108年5月到6月亲子联谊写生活动，108年6月与监事联谊会议，108年7月到12月暑期及上学期客服，108年11月到12月与监事联谊会议，108年12月岁末年终送暖。三月办了义检，三期教育院医疗院就，这么些活动，这么咱这个建立了咱该做的建设活动，咱建设活动拢要提前九月份，哦，咱建立个嘛是安尼做，该做建设。请问一下。审议本会108年度经费预算提请讨论案，让我们交给主席。请翻开到12页那边哈，好，你们现在看到右手边的哈，就是有107年度刚才报的决算数，好，那我们有编列108年度的预算数哈，我们最大的预算可能也是就是靠大家哈，各地方来自的捐款哈，可能会占的比较多，我们可能会有预算有65万的经费进来。好，那我们最大第二个大的项目就可能是常年费费，就是会员之间讲的年费，可能就是有14万，会有这个金额，预计会有这个金额进来。好，所以我们预计一年会有857,400的预算收入进来。那我们本108年度最大的支出还是在活动费上面。好，我们活动会上面我们是编列了70万的预算出去。好，那再来就是我们的急难救助，急难救助如果我们今年度做的案例会有可能会比较多一点，好，所以我们会有预计有八万五的费用支出出去。好，所以我们的全部的支出总预算可能会有达到837,500元。这个就是我们108年度的预算。好，谢谢。第十项临时动议，我们交由主席。各位会员，咱今仔日就动议我们麻烦各位理事长，还有咱会员，因为上面各种意见吼，需要安落做参考或是改进的地方，麻烦因上面各位意见。Okay, got it.